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要进来呀、啊？你想干嘛？是不是你一个人很无聊啊？那你可以开门，反正，不然你里面很冷的，会感冒。不行。你在那里，你信不信他一直叫，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他会叫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不信。再等三十秒，你看看。好，30秒。别数三十秒，这反正他会叫。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叫。他肯定会的。你看他都出去了。他不是出去，他是在那里等那个臭臭进来。打架呀！这都打架了，是吗？这都打了，你看，这都跟进来了。你看，我说了他会进来的。我说了，他们两个会进来。他咬了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不知道。你的屎吗？没有，我怎么在那个地上怎么有我的屎啊？哎，王不完，这怎么办？谢谢 Kelvin 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感谢 Kelvin 送了100个飞机，王不完。完了，真的要打架了！打一架！真的来，谢谢 Kelvin 大哥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哦，这把能赢吗？啊，不是这把能赢，为什么每次进来都要问这个、啊？这把能赢吗？应该能赢吧。哎呦，哥们，让我赢一把呀，好不好呀？反向一的女警是这个人吗？这个 ADC 啊，真的假的？反向一的 ADC 是这个人啊？你还是你开门，别这样子，开门。哎，你干嘛？我那个充电器掉下来了。你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救他！打一架！这里面很冷，他们会感冒。是哪个女警啊？这些女警，之前的那个女警在你这里，反向一的那个女警在聚集我。他打完那把不打三十什么？你说他那把打完就不打，一直在等我进去，然后再排，等我排，然后再……真的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一个水友说，这个女警那把打完就都不打了，就一直在等我排。你是那个女警吗，大哥？你怎么知道？玩不玩这个人？还在走位读技能吗？看他战绩了。妈呀，这么变态的吗？不会吧？真有这种人？不会吧？嘿嘿。不会不会，我不信世界上真有这种人。我真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人。Nice 啊，这个色体疾跑闪现。好，发问号嘲讽对面的人可以。这个可以的，单下了然后就嘲讽对面的人可以发问号。都是这个人好看，你这暴你这么装逼的吗？不进。现在还不行。我操！哎呀，他去了蓝 buff， 那里应该有那个蓝 buff， 他被蓝 buff 打死了。笑什么？会一 OK， 谢谢，完美配合。
他被蓝 buff 打死了，嘿嘿，哈哈。你在干嘛？配合你啊。OK， 谢谢。嘿嘿嘿，起飞！你这个懒刀干嘛呢？起飞！起飞！又在装逼，又在装逼，你又在装逼是吗？是不是？你这人在干啥呢？直接起飞，兄弟们，吐了！他吐了什么？他怎么突然就说吐了？他怀孕了。你在说啥？他被我单下了，然后跟我说这个，想啥呢？这个是我太猛了吗？是我太厉害了吗，兄弟 ？OK。挺猛的，直接来，兄弟们！寡妇，寡妇，寡妇！Q 寡妇这个版本真的是太变态了，兄弟们，竟然技能 C 的太快了。这个人想 Q 补兵是吧 ？W 过去，然后 R， 然后 Q。我的大招换大的大招是赚的，因为难道没大的话，这个英雄是没用的。这英雄没大的话就是个废。嗯，反正赚了。上路又死了。不要吃个肚层，不饱饿了，想吃肚层，肚层肚层 ，Kimoring， 160块钱，谢谢老板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我这个英雄跟懒刀不一样的，兄弟们啊，姐这个英雄没有大的话还是可以操作的，懒刀这个英雄没大的话真的是没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啊，你这个豹，你真的这么喜欢我的话，你真的是加油。你们看，还在后面呱唧吗？我打20秒，蓝 buff 没了，夏洛被单杀，蓝 buff 没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刚才那个 ADC 真的不是演员，就是菜，兄弟们，真的100%，就那个女警啊，是菜的啊，不要说她是演员啊，你们就说她可惜就行。他打得非常可惜，玩的巨鸡巴可惜，跟我一样。你们看多音兵那个比赛啊，多音兵那么菜，那个是菜，不是演员，不是送，就是菜，就是这个水平，九折水平。哎，好可惜，死！哈哈哈哈，梦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这个大招大哥没看到吧？你不要这么可爱啊，不然我等一下就下播了。你不要这么可爱，你再这样我就下播了。你再这样我下播给你看哦。给我看什么？给我看什么？后面那句话不是我说的啊。后面那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我就说了前面那个什么。下播干嘛？下播我不知道，他又不知道。下播一起跑步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可以拒绝吗？我现在有点忙。不是，我说那个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打游戏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说我自己，好好打游戏。我大招10秒，他没大招没闪现，兄弟们，他再装逼的话，我就杀他，我就单杀这个男刀啊！他这样打我，我也死不了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拜拜，又单杀了，毒硬币的姐，就这么厉害，3、2、1，一个 Q， 完美。人家的狗过来突然就很那个，恭喜他
他出去了。是不是你放屁了？好像真的是啊。那你放了个屁。你问一下他。不行，你放屁了。是不是你放了屁？妈呀，这都要找闪现。这都要找闪现吗？相当没闪。哎呀，我这闪现白给了呀！我这闪现怎么办？这闪现好气哦！我这波闪现真的是白给了，兄弟们，好气！但我觉得我没必要买那个，这买这个吗？这个也没用啊，感觉。啊，还是这个吧。啊，算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再买个那个布甲鞋，然后再出那个黑切就算了，完美。不错。我操！我的 Q 技能留着明年这个时候再用吗？你的 Q 什么时候再用啊？对比能不能告诉我 ？Sorry， 主要每次都想要三个 Q， 你不要，没必要这样子啊！我知道这个很帅，但你，哎呦，还是要看情况的呀！对比，你真的好菜呀、啊、你！哎，我气死了，兄弟们！哟，我想那个 WRQ， 你的 Q 什么时候再用啊，大哥？我的。冲那个先锋吧，我们就打那个先锋跟小龙啊，不要送啊，不要送。小龙先锋就这样子，不要送了，兄弟们，别被放牌。哎，这波真的是白给了，我还是去那个吧，还是去杀那个露西安吧，感觉露西安是最好杀的，这个人 ATM， 这真的是个 ATM。你吃我的线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不是。差钱吗？打先锋吧。泰坦可能在这里勾我，我 W 反应速度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职业寻找。如果他勾的话，我就 W 躲他的技能，然后呢 RQ 一秒杀这个。泰坦没砍。我有点打不动泰坦，哇，这好肉啊！这个人，基克什么什么什么，他护甲150应该有吧？有没有150？180！我操！我出那个大青鱼啊！我要出大青鱼，好肉啊，大哥！这人也太肉了吧！难道在下面？在你们下面？难道在下面？我跟你们说了，兄弟们，我发了那么多信号，别走，你们就杀吧。难道我说了？难道在那里？别走。怕什么难道呢？我不在，你们就打赢了；我在，你们就打不赢的话，我还是过来，兄弟们，我这边要收割了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。妈呀，大招刚 CD， 我操！金克斯，咚咚咚咚咚，嘚嘚嘚嘚嘚嘚嘚 ，OK， 我刚大招 CD 一秒，好可惜啊，兄弟们，有大的话感觉对面全都爆炸了，可惜。哎，你们觉得我出大青鱼比较好，还是出黑切比较好？黑切吗？我刚大招 CD， 我操，这金克斯一点伤害都没有，我发现。这金克斯哪有伤害呢？这个按摩啊，黑切 ，OK， 那我就黑切。黑切跟那个大青鱼都要出的。哎，这潘森怎么那么凶啊？打的你这打的太装了吧？这不是凶，这是装。可以的，这个金克斯啊，谁说这个人是演员啊？这个人我说了就是菜。哎，不能这么说呀，这把打的还行啊。哎，反正那把他是，他可能心乱了。他那把选英雄的时候可能看了女主播啥的，那把心乱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人不是演员啊，那把打得不好而已，真的。别乱说啊，不要说演员什么的，我真的是
这些人看的都很气，知道吗？很生气，就他明明就是菜，你们说他是演员，这肯定气啊，气不气？我再来，哥们，我开了幽梦，我跑得贼鸡巴快呀！呜呼！我操！我他妈要输了呀！金克斯100个火箭，100股火箭，老板大气，金克斯，火箭，超级火箭，火箭，3、2、1，拜拜，呜呼，哟呼，你这个金克斯跟 Depth 的金克斯五五开，哇，太猛了，哇，中路演员。中路是演员，满血吃果子，不是那个是能量，大哥，能量。我有点伤演员，你说我？我肯定不是，我就是菜，这你们是不知道的吗？这应该都知道吧？我是菜，我不是演员啊，真的，这个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世界上，等一下。寡妇没到，寡妇快！我操！杀这个泰坦都没有大这么装，不是没大没想这么装逼的吗？我一定要杀这个 ADC 啊！他没想没大，3、2、1，拜拜！不进。不进，玩不玩？你这个露西亚没闪，这刘正眼。什么？我杀了露西亚，单杀了呀。OK，Sorry。不进。Ace。啊哈，这波是因为我杀了两个吗？对，蓝刀跟那个露西安，不然一波不了的。哎，感觉你们一波不了，你们还阿姆，我操，这个阿姆贼爽，阿姆好爽，撤退，等我黑切500块钱，我跟你们说，谁来谁死，真的，反向二，这波二吗？我这装备谁来谁死啊？我一个人打5个也没有问题的，现在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厉害，看我的 ID 就知道，读音币。这血量，很多人都觉得我打不过那个墙，我也觉得打不上，好像真打不赢。大青鱼，这1000块钱是什么？攒到哪的吗？没用，真的没有用。我搭10秒，什么10秒？搭的已经好了，你说个屁呢？说个屁呢？你说个屁呢？问道，想去哪儿啊？就去哪儿啊？想去哪儿啊？就去哪儿？想去哪儿？有人可以帮我打技能吗？帮我打技能的话，我叫你爸爸。别被换，没状态啊，快点回血，98K，感谢老板送了100个火箭，老板大旗，非常感谢啊，GG，辛苦了，哎，我竞技赛排到这种队友就好了，我在打排位啊，我刚竞技赛那把最后一把排到这种队友就好了，兄弟，哎。我刚才真的上把有一个人比你还菜，不是还菜，那个人是演员，比你真的是他把装备卖了，他还买个其他的什么奇奇怪怪的装备啊，真的是恶心心。举报他！哎，我怎么是竞技赛啊？哎，你刚是竞技赛吗？不是啊，我刚不是竞技赛吧，兄弟们？赢了吗？赢了呀，但我刚不是竞技赛，我刚是竞技赛吗？不是吧？你刚是竞技赛吗？